哦，我的心好冷，等着我的心好冷，我的心好冷。还好有我有护盾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蜜子君，今天我要吃的是上海最大的一碗面，挑战成功了可以免单的一碗面。这是大煎蛋吧，然后还有肉块，还有肚皮，还有鱼煎鱼。先给大家看一下，先试一块这个肉。还不错，还好吃。这个就是肚皮，对吧？皮肚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菠萝包和奶茶，红豆沙蛋挞，真的有很多。我们现在趁着蜜子君这个吃面的时间，我们来聊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啊。我问一下你们小时候吃过鼻屎吗？我觉得，大部分的人小时候肯定吃过鼻屎，但是有小时候吃过耳屎的吗？来来，告诉大家耳屎是什么味道的。你们自己要我爆料的好吧？有。耳屎是苦的，放下。耳屎是苦的。四颗蛋，四颗吗？对，四颗蛋，四块肉，四块鱼。才吃了十几分钟刚才有吃过吗？这是大肉还是挺好吃的。我不是一个胖子，我就是有点爱吃，我只想过那种不折不扣有美味的日子。谢谢老板，我不是一个胖子，爱吃算一种本事。多少各位现场的兄弟们，你们加油一下！22个美女用25分钟的时间，一个人吃完4人份的泡面，鼓掌一下，谢谢！你从来不会考虑我的钱包的，你只会考虑你的胃，你不会考虑我的钱包。我就是有一点爱吃，哦，我真的不是胖子，我就是有一点爱吃，哦，我真的不是胖子，哦，你就是胖子，你真的是胖子，哦，你就是胖子，我是吃货，不是胖子。好了，今天我的东西吃干净了，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大家收看，谢谢大家礼物，谢谢大家一起来跟我做一个快乐的吃货吧。啊，好紧张，我感觉我快要吐血了。我才要吐血了，你才要吐血了。海尔威娘的时日已经不多了，赶紧死吧。就是想让你找一个好媳妇儿。海儿，鹏鹏，海儿啊，微凉的时日已经不多了。鹏鹏，你自己演，你不要拉上我好吧，你自己演你自己的。